不到了，观众非常喜欢的艺人交流时刻，今天很难得请到水蛤。我们的这个选手们是常常选，也是选一些悲情哀怨的歌，对对，但是都没办法表达得很好，有时候那个哭腔又哭得过头啊，对，要不然喉音用得太重，喉音又太重，就是有够太矫情了。是，那今天你难得来了，绝情天后了哈，悲情天后，悲情，我没有那么绝情，绝情女啊，这个悲情天后啊。来，我们请定评审长，要挑两个学员来学学看。好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学员哦，唱歌不只是用技巧。我想第一个当然要了解那个歌词的意思，第二个呢，这个技巧要用的画龙点睛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要选两位，第一位呢，我们选这个擅长用哭腔来表现这个表情的怡婷。好，怡婷，来。第二位呢，我们要找呢擅长用喉音来表现表情的，知道是谁了吧？举手。好，嘉玲承认。嘉玲有，也是他的特色，但是要用得好啊。是，我记得好像上次评审就对他，就是说有时候哭腔太重，太重了，喉音太重。那时候讲你唱的是哪一首歌？靠西伯对吗？你要不要唱一下你的故乡？那是不要收敛了。你看当时怎么唱？当时的唱法。来来，你对我的心空空，我爱你的心点点，我的人给你去嫌，爱的路途我走甜甜，伤心是无底线。真的是哭很重啊。这简直就是已经哭遍满地，套路别给吗？你可能就是把它全部挤在一起，那哭归我，那种感觉就是听起来其实苦，但是没有那种真的酸，然后又痛，然后又觉得说那种很空虚，其实有很多的情绪了。对，当时是被哪个评审骂到臭头了呢？我记得是罗文聪老师。哎呦，嫌个无一地啊啦！主打靠到边啊，那边说出来发现真难听。套路不平啊！对对对，那您是喉音重啊？对对。现在改善很多了。当时被老师检讨说喉音是哪一首歌？那那刚逼刚是咱们心胸心的所在。哎呦，我老好你的好朋友大牛唱。欢迎。啊，来你唱。唱嘛。谁人在我心内？两个就喉音就很重。这个刚刚这个唱法很适合刚刚云良他那个金丝头的安全帽。最早期改变的是早期的唱法。对，当时是哪一个残忍的老师骂你？好像是丁老师。是骂你喉音的嘛？所以你看到一读他们原音重现，当时他们唱这些歌所犯的毛病，所以为什么请他们两个评审长是有他的道理了。那期待你要跟他合唱哪一首歌曲？期待这首歌，要唱期待，期待。对，啊，你们去多几天？梦中情啊，这首歌哈，说真的，每次我跟大牛要录影哦，我两个都错了一单，因为这首歌呢，它真的很不好唱，而且又是在情绪的对应上，真的还蛮难的。所以等一下我非常的期待我们两个的合作，试试看。所以跟他唱是期待嘛，对，这是梦中情。黄定江，但是我为不情之请，啊哈，难得来啊！我一定看到那潘佩莉啊，亲我那种。潘佩莉来，欢迎潘佩莉。佩莉也非常会唱歌。可是佩莉听不到有什么哭腔了。但是唱那个锣箱景的曲，哇，很感人，真的。那天我们全家都是拿着面纸，然后就真的很感动，因为他的声音就很干净，很漂亮，然后技巧非常的细，非常的好。那佩莉今天想学什么呢？你的声音都那么干，你要想学什么？我想要学瑞霞姐的感情呢。哦，感情的。嘿，伊的感情。伊是无感情。我会。嘿，我可能见解有卡内敛了吧。瑞霞姐感情是好，很就是很直接的，对对，很直接。好，那你要跟瑞霞姐合唱哪一首？我写的一首词《都情都万谈》啊，继续挂后听。那我们就先一一来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一胎了。如意之星能学习到王瑞霞出神入化的哭腔技巧吗？写着
好听的歌曲。